大概180就会撞到，就180就觉得撞到。我们昨天投射灯被撞很多次。哦，对。它这边看到是正方形，就是矩形。等下看到还会看到不同形状。哇，就是这边有个角度。就会来自于广播，所以广播在空袭的时候非常重要。所以这个1959年 在这边成立天晴广播电台，它针对战时跟空袭时候的一个状况的播报，一开始是一天有11.5个小时的这个播报的时间。那接下来呢，这个民方广播电台它变成转型成民方广播电台，那它的工作时间也越来越慢慢的在这个外面起开始用这个地方做一个主要的根据地。那以及最后是应当1998年的时候，外面是开移到这个山市的广播电台。好，那它的主要的运用的单位在台式是这个民防的防空的指挥中心，但是1958年就是台湾指挥中心两个主要的单位，但它分成两半，一方指挥部分是分归到台北市的民生指挥所，那后来是在军方的台海巡防司。所以这边的使用的团队呢，就是有一个部分是他们归属军方，一部分归为是他
台北市的这个广播电台上面。所以这边我们有一个有趣的故事，是陈水扁市长的视察。那陈水扁市长上台的时候是第一次的那个台北市的上下组。那这一段的楼梯比较陡，请大家特别小心留意，在这边。这段楼梯比较陡。这应该还是要铺毯子之类，要直接睡会很硬。500块，好，可以看一下啊，对，那不好意思，好，谢谢，好。
好，大家可以看到这一边这个通道，这是一个半圆形的通道，半圆形的通道。那大家从这个工程的角度可以想象，就是这种通道的这个耐震程度是比较强的。那它确实就是在1950年后，那因应这个核子弹防护来做因为防护的规定的规定，这个半圆形通道。好，我们再往前往这边走。讯息要传递的时候，就是透过这个传递箱把这个文件给拿进来。那在这个双层防爆门这中间呢，这它有两层的这个传递箱，都可以这样去做通信通讯。那左手大家后方这边的一个楼梯往上，会是通到这个通道的最高的地方，最高的地方。那它出去会是这个花博的未来馆的那个白色房子的边边，它是一个制高点。好，那这个通道呢，在这个后来的运用，就是在一方面它是海岸巡防司令部使用的一个通道，那另外一方面它也是这个台北市在用。接下来我再往下走。Thank you.
佛教的建筑，1905年建造的，到现在都还在。那就在圆山镇旁边，所以这是第二个第一台北市的第一个动物园。好，那后面再来呢，这附近有一个中文堂，是日据时期的一个军人的一个公墓。好，再来1933年第二代。的一个设施，那后来据说也是中华电信去经营的一个通讯设施。外交团航空使用这边的外交团，我们在文献上只写是外交使节跟外交团体，那我们后来发现说这附近的外交团会是谁呢？可能是美军顾问团。好，那再来就刚刚提到的台北市民防指挥处部跟管制中心及天晴广播电台，还有这个民防广播电台的这个管制。后来1986年的时候，动物园迁到北部大，它要变成博物馆吗？还是它可以变成一个游乐场吗？还是它要变成一个实境幽闭镜头或者一个活动场地呢？宪兵队友来开。对，好。OK， 那我们就再往沿着原路往回走，我们等一下还有另外一个秘境会带大家走的。你先回到现场。我们是提供那个场地，我们开需求。
刚刚大家经过的是三道的防爆门，哦，所以我相信这个安全的程度是还不错的。好，那这个斜坡我不知道，这边有没有老台北人对这个斜坡有点印象，因为这里以前是儿童乐园的一部分。那旧的儿童乐园入口推测是在中山桥的桥墩的这边，会在这个斜坡上去，会是旧的儿童乐园的入口。那它也是以往这个天信广播电台或台北广播电台工作人员主要的进出的门口。Thank you.
有密码，一二三四五，一二三四五，哈哈哈哈哈哈！啊，你直接公开你的，不好意思，哇，原来是写在这边了，来喽，不好意思，好喽，第一次啊。记得你以前座位大概是什么方向吗？是工程师在里面那间，是你在里面那间？在里面哦，在里面啊，下对，还有进，是电视上面的，对，然后一个小时，一个小时，然后六点之后，对，六点之后，付小燕小姐，付小燕来接待的。来这边拍张，这边拍张，哎，这边。我跟你走，这话我自己走也没路。